亲爱的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进。哇，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果然就是如同我们的规划，大涨上来真的是恭喜大家哈。但是在昨天之前，你可以看到昨天呢外资是持续卖超的 103.57 亿元。好，那昨天所以这个外资连两天的一个大卖当很多的一个专家又开始转去悲观的时候，甚至很多的一个专家昨天maybe 可能会告诉你说不排除指数还会有下探万点的关卡或者是跌破万点关卡这样的一个风险。不过昨天老师怎么告诉大家的，我就跟他说过了嘛，在多头反弹格局不变之下，盘整震荡出标股，马照跑，舞照跳，好股票继续飙的一个看法并没有改变嘛。预期下档在颈线支撑跟月线大约是在10200点的一个附近具有强力支撑之下，如果有压回就是你的机会。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跟你讲的？结果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今天马上大涨上来真的是恭喜我们的一个全国所有会员朋友包括的一个大威力群组的一个会员，3月8号带着大威力群组会员低档布局买进的多单，你看3月8号是不是可以买在怎么样，买在几乎最低点上3月8号买进你看3月8号大盘最低是10204点，买进之后今天大涨上来，哇，一转眼价差将近 1.5 倍今天又可以怎么样，开心获利换股袋，爱赚多少就由你自己决定真的是太棒了。今天怎么样，今天再添一胜甚至包括老师在第二个阶段与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不论是GS 触控面板的一个 GS 今天再创新高那当然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是在3月的一个5号带会员朋友超发团队锁定嘛今天再创新高，当然爱赚多少就看你自己了齁。那包括的一个讯息也是一样齁。那是2月22号锁定的一个股票齁。那今天再创新高齁，爱赚多少也是看你自己齁。那包括的一个同态，我们今天也是顺势开心获利换口袋。而且更令人开心的就是最近老师全新锁定的一个新主流标股。你可以看到正威工商时报都领先事先跟大家做分享齁。就算你没有买在最低点，但是你可以看到昨天的时候都有平盘的一个位置区之下让你可以来买，让你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会员的一个脚步同步来做一个操作你可以看到今天怎么样大涨在创新高，光是这样一转眼的一个时间，你看两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多少价差就已经 16.8%、那当然今天是怎么样上下做一个洗盘的一个这样走势，上下洗盘它结束了吗？它结束了吗？我问大家，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我待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包括的一个3511的戏码阿玛，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看3月8号带会员朋友锁定然后老师在 Line 上也不吝啬跟大家做分享那你看3月8号我们买在什么地方那 maybe 会员可能还有更低嘛没关系，老师就是这么时代你可以看到我们25.8块，我们就以25.8块来算那你可以看到25.8块买进之后现买现赚涨停板然后昨天继续开心赚涨停今天大涨再创新高光是这样三天的一个时间价差也达到多少，17.8%都是事先讲在前面，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甚至包括老师送给大家的台表哥第二台表哥第二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今年第三趟操作从41.5块一路飙到多少62.5块光是这样短短17天的交易日不到一个月价差就已经达到多少，达到50%。高档加码单开心获利换股袋之后，你可以看到拉回来拉回来可不可以买，可不可以买，当然可以嘛，对不对，拉回就是机会嘛，不然为什么老师要把这档的一个台表哥第二送给你你可以看到第四档出手3月8号我们再度出手，是不是又可以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地点上，今天的一个加金今天不啰嗦就是怎样大涨上来那为什么今天能够大涨上来那么待会
我再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那为什么老师会送给大家嘉金这档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哦，同样是细菌源哦，如果说你去买什么买合金买6488的一个环球金，你会发现哦，你如果买到不对的一个股票，你的一个操作会很累啊。甚至你买到被动元件的一个股票2492的一个华星科也好，或是买到低震族群的2344的一个华邦电，2408的一个南亚科，甚至2317的鸿海。你会发现你如果说一直在期待这些股票的反弹，你到现在为止你看你的一个操作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不顺，是不是会非常非常的一个让疲累啊。但是如果说你换到我跟你所讲的股票比如说老师送给大家在228年假我邀请大家，我说我要特别送给大家台表科第二单股研究报告那如果说你懂得做把握的话，你可以看大家今上礼拜五让你可以买在怎么样，要买在的一个低点上，买进之后今天就大涨上来那为什么今天能够大涨上来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你先想看，今天是三月嘛现在还不是4月1号愚人节，今天是3月。那么3月有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3月最重要是什么包括有华硕会题材嘛然后包括的一个上市贵公司的一个股息股利嘛。那么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多高券资体比的题材股在3月份到4月要怎么样，要逐一被迫强制回补。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往年在三月份呢的一个这样三月份的一个最热闹的一个季节，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高空题材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的一个3406的一个郁金光光从新春开盘买162一波大涨上来，到今天再创新高为止，足足大涨超过一倍为什么它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强，去年不过才赚9块多，但是为什么它能够表现得这么强？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轧空，就是轧空。你可以看到，到昨天为止，券资比还高达多少？还高达 48.94%， 将近五成了。哇，很多人真的是非常勇敢，我也真的非常佩服他。但是俗话说，空方不止，轧空不止，所以你可以会发现到郁金光为什么这一波它的一个表现能够一路看回不回的一个金金涨上来包括的一个秋代的一个科技入主的一个新巨科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它去年还是亏钱的，亏钱的它凭什么股价飙到100多块，飙到三字头你可以看到光从今年的一个新春高盘到现在为止，它又飙涨了多少，将近九成，它凭什么，凭什么能够这样的一个狂飙大涨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现在的券资比还高达将近五成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一个这样，很多的一个空方的一个义和团非常的一个勇敢，所以在这个地方难怪这些的一个主力大户哇真的是欲罢不能哇，你今天你不补没关系，我就继续嘎上去，你不补给你补，你不补我继续嘎上去现在的一个台北股市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码那么包括的一个你可以看到的一个美食也是在今天盘前的时候老师在那的上我就事先告诉过大家我说今天包括的一个包括的一个敦洋科也好，包括的一个美食那么其实这些的股票今天表现应该还不错，大家可以来留意。结果你可以看到美食今天量的涨停板那么为什么美食从1月17号69.8块到今天亮灯涨停，它又再度飙涨了将近七成，为什么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涨的一个实力除了当然是有一个公司的一个特殊学名药那芥蒂母药的一个上市渴望带动它的一个公司营运的一个否极泰来大翻身之外，那么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轧空题材的一个发酵，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美食到昨天为止它的一个券资比能高达有三成以上，券资比还高达三成以上，所以难怪美食这一波大涨上来之后高档震荡之后今天能够再怎么样亮灯涨停再创新高。那么同样的
像3016的一个嘉金也是一样。哦，我们第四趟出手，我们第四趟出手，第一趟是在去年三字头的时候，后来飙到九字头，然后第二趟在四字头的时候跟大家做分享，后来飙到五字头，然后第三趟在四字头，就是今年41.5块的时候，哦，后来一路飙到六字头，然后这一次又难得机会又拉回来，好，那么拉回来你可以看到3月8号。我们又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低点上，哦，买进之后，结果今天马上大涨上来。你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这样，目前的一个券值比，哦，还高达多少？还高达3成多4成。所以为什么像这些的一个股票，它能够屹立不摇，能够一路的一个这样看回不回？哦，那么除了一个高券值比题材的一个股票之外，哦，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连接器的一个大厂的一个威哥正威啊，2392的正威，还有穿戴式装置的一个这样阿玛3511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码，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最近它的一个表现能够这么的一个强？各位现在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哦，你可以看到啊，啊，比如说以微软来说啦，你可以看到微软它是做什么？软体外包的一个这样服务啊，那么它受惠于怎样 5G AI 还有大数据金融科技以及物联网这些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崛起啊，那么带动整个的一个 IT 的一个需求，还有什么业绩的一个强劲增长，所以在公司营运否极泰来，渴望怎么样翻身大成长的一个带动之下，再加上高通行情的启动，所以你会发现哎，最近台北股市只要是具有转机成长题材的一个好股票，它的一个表现都非常的一个亮丽哦。比如说像微软哦，从1月4号62块新春开红盘到今天亮灯涨停板，哇，又飙涨了多少？又飙涨了超过 1.1 倍。再来包括的一个这样敦洋科也是一样，我在找房的时候我也告诉过大家，我说这一档的一个股票诶，今天的一个表现应该还不错哦，大家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哦。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敦洋科这一波的一个股价从去年底的37.7块我还到今天再创新高为止，从三字头到四字头到五字头到今天再创新高，又大涨了超过多少？大涨了超过40%。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大家要知道，哎，敦洋科他是做什么？他是做一个技术服务的一个这样啊、哦、的一个软体、硬体、IT 以及怎样 ？IT 以及啊，哦 ，CT 哦，那各他客户啊涵盖什么？啊，涵盖的一个啊一些的电子业、金融业、政府啊，包括这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业，他代理的一个厂商哦，有代理的产品包括40多项哦。那你可以看到哦，受惠于整个的一个这样网络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营收增加，包括的一个半导体建制的一个这样业绩的一个贡献呐、啊，那么也带动他的一个怎样营运呐、啊，的一个转机的一个这样大成长。所以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最近的一个表现能够怎么样生龙活虎？哦，一方面营运去转机，另一方面筹码相对来讲比较沉淀，哦，然后再加上法人啊、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做加拉抬，所以你会发现近期的一个台北股票市场上，哦，真的是怎样，哦，真的是欲罢不能呐、啊。所以为什么正威，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哇，看到正威好久没表现，但是你可以看到正威从去年第三季开始，整个的一个营运结构完全不一样了，完全都不一样了，哦，包括的一个这样，随着未来的一个这样，未来自动化效益的一个显现，哦，以及未来的一个这样，哎，苹果新一代的一个头戴式的一个装置，它渴望打入，包括 Tesla 的一个软件，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营运渴望否极泰来之下，哦，所以正威为什么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尤其很多的一个这样空方的一个弟兄，哇，看他涨就不顺眼，所以最近的一个怎样券值比哇大举的喷射上来，所以像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你觉得它会结束吗？它会结束吗？我可以告诉大家不会，
包括的一个细盘也是一样，从去年第三季开始，整个去年开始转亏为盈了、啊，哦，跟2016、2017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啊，甚至包括今年呢、啊，哦，它已经实现到的一个成果啊，哎，包括的一个怎样，哦，各位可以自己看，啊、哦，它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怎样，唯一生产防水哦，手机防水哦，耳机连接线的一个炒作的一个公司。所以随着整个的一个营运渴望翻身，否极泰来，淡翻身之下，所以为什么从上礼拜我们介入之后就能够涨停一路的一个飙涨，涨不停。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有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有的哦，老师帮他找到一档股票长江一号哦，为什么这档股票长江一号哦？那老师非常看好，第一个他打底的时间够久。哦，六年长期六年的一个大底，低档量能开始加温，法人心态偏多，而且受惠于现在的一个网络治安呐、啊，尤其最近现在的一个骇客的一个攻击，所以在很多的一个各大企业对于这些的一个让网络治安跟云端的一个需求哦，非常的强劲哦。那么继去年美股的获利连增将近三成之后，今年前两个月的一个让的一个营收也连增了超过两成。哦，那么伴随着一些市场上的一个强劲需求，整个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营运将渴望否极泰来大成长。所以像这样一档还在打底的一个股票，哦，那么你可以看到目前还在二字头，那股价相当的一个便宜，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就是值得我们来做一个留意的。哦，那么像这档的一个股票又是哪一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想把握的话，全新第二波全新的新主流，欢迎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同步。我常说啊，做对一档啊，哦，胜过十档啊，哦，那股票免嘴，现阶段你就是要赢的策略，就是要懂得集中火力哦。那么泰若流讲，好好的来锁定一两档的一个股票，就够你吃香喝辣了。只要你愿意，你有想要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现在都还来得及哦。那怎么样来做把握？来哦，第一个哦，欢迎跟着我们同步。第二个啊、哦，就是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 Nine 的这个大家族哦。标股新天地的 Nine 的就是让你可以看见财务的未来，好事不断的一个降临。你可以看到 And ID 赶快记下来 ，And 不可省略 ，G O D 是英文字母小写哦，然后99。阿拉伯数是99齁，两个字99，要赚得长长又99齁。那欢迎加入标股新天地的一个大家族齁，让你可以看见齁你的一个财务的未来齁，就像齁在这礼拜工商时报齁或者是 Nine 上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戏嘛，上礼拜我就跟大家做分享，还有什么还有正位。哎，我相信啊，等等股票应该都让大家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那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的话，没有关系，直接拨打这个电话23219933哦，23219933哈、哦，我们线上都有专人会来为大家做服务。最后祝大家万事如意，发大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